按照规矩，一次只能拿一个。扣中了三枪，应该拿三个。少废话，就能拿一个。兄弟，这样就不好玩了。爷们说话得算数。嗯，管你什么爷们还是娘们，一次只能拿一个。不，我们就要三个。对，就要拿三个。对，这是什么破损的？ 哎，等等！怎么着，兄弟？就想这么走了？那你想怎么样啊？算了吧。那你想怎么样啊？我不想怎么样。那我也不。 何晨光接电话，打错了，这儿没何晨光。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我不想怎么样。我说你打错了，这儿没何晨。我是。你是何晨光，找你的。 客气。喂，何晨光，在你三点钟位置有个包，包里放着炸弹。哎，我手机。你别碰，一碰就炸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信不信我没关系。 那包里的炸弹十分钟以后就会爆炸。怎么处置？你自己选择吧。我去！小兰，去哪儿啊？我怎么办呀？队长，我的手机！是什么？我的手机！让开！ 我的手机还给我，让开！把手机还给我！把手机还给我！手机还给我！手机还给我！让开！小燕，跟我玩楼梯！哎呀！把我手机还给我！ 警察叔叔，不关我的事儿。大金是吧？大胆，大胆！
炸弹！哪里有炸弹？对，抓他就对了。杨叔叔，你们抓他就对了，我是冤枉。等你，快走！哎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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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，还没认出来？范叔，怎么，捞我来了？何晨光，也可以这么说。电话是您打的？没错。炸弹是你放的？没错。为什么？我就是要看看。当人民群众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如何选择？满意吗？十分钟，我很满意。你身上有你父亲那种血性。我父亲？对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狼牙特种大队王牌狙击手。那您？我就是要看看你像不像你父亲那样？我知道您的来意了。乔王，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。啊，这以后参加亚运会、奥运会，成为万众瞩目的冠军，啊，青年人心中的偶像。哎，再像李连杰那样拍个动作电影，成为未来这天皇巨星，这就是你的梦想吗？你应该还有另外一种选择，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接受最严苛的训练，把自己锻造成一把利刃，一把国之利刃，成为祖国和人民最忠诚的战士，一名特战队员。你将永你的名字将不会在任何媒体上出现，哪怕是城市反恐怖行动，在无孔不入的记者拍摄下，你的脸上也要打满马赛克，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。你将不存在，就是你牺牲了，鲜花和掌声，一边是孤独和牺牲，要哪种？范叔，我有点晕。我想过去参军，也想过去报考军校，但我爷爷不让啊。我知道，不过你现在长大了，你在
生活，你应该用你自己的主意。我得考虑考虑。行，我给你时间，不过不要太长。你可以走了。啊？走了。回去我父亲生前的部队。你父亲曾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狼牙特种大队服役，要想进入这支部队，你首先要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精锐的战士。我不能给你任何承诺，一切还要靠你自己努力，明白吗？